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晚上特斯拉的这个水平会下降啊，是不是？是特斯拉是爆炸了，说太是太是、啊、规则的灰色区域哦，连胜当然可以哦。其实对我来说，我看这个是像的是我是卖啊，他有时候这样的还不少，你看这个哎，对，一下扫打。包括这一下啊，对，你看这个机会抓的，这个实际上刚才的那一腿对选手伤害是很大的。其实选手啊，当年拿过的阿联和库尔曼，我估计打一般的选手是没有问题。毕业的摇臂的进攻啊，你不可能没有是太看这个摇臂的，然后做进来啊，这一拳还是打到的，这一拳还是有打到的。包括德斯拉是在这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老将里面，这个身手比较干净，嗯，非常的小弱。其实泰德·耶尔好多都是会在这个铃声响起的那一瞬间，我都拍一些衣服，不是看得清。对，哇，你看这个摇闪，全靠摇闪啊！哇，我天啊！这种形象，比较现代。每个动作都是一个手势，哎呦，又来，来，这是一个老头子学长，这是刚刚靠在身边，你看，对，你看，当年阿里的那个经典，你看，全靠鼓啊。三号特别，红方27，蓝方30，蓝方我走啊！